的寒暄，爱你要坚持到底，才没需要多少的勇气。把那个手上的这个东西给拿过来，放这边装水，装水，然后那边撒，然后撒撒。我想他应该不会手下留情的。我也不会手下留情啊，你觉得我是那种会手下留情的人吗？我觉得你不过就是个李国义嘛，是不是？要夺师有夺师，想要夺师就夺师。大家想要看李国义失身吗？交给我。李明正，他应该比较想看。哎，你说。就是他。觉得他水有点小哎。是。喂，怎么了？我每次要用的时候就没水。因为你压到那个。你折到那个。好虚啊！对，我白天不应该说这边很闷热的。现在有清凉了吧？有，超清凉的。得分了。谁得分？我。他终于得分了。终于破到了。怎么破不到？哎，五比一。五比一。爱丽丝更好笑了。好险，现在是暖了，所以这边的人谁要先？我很期待这一场，早就想被剥了。伞，他那个一打开，对，上来他才会害怕，对，我对你来说很重要，重要，超级重要的。没了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Yeah！ 开心吧，谢谢，真的是真的窃笑，谢谢，真的窃笑，谢谢。来，帮我关一下。Yes， 成功了。来，骰子。好，第二个是高度。因为右上角那边。第一次看到拍戏的闪电是这样子在制造的。现在应该是关的吧？不知道。算了，我拿单机，应该不会有事。对，两个这样真的正极负极这样子，台语就叫做羞怕灯了。对，灯好怕，打出一个很像焊接一样的那样子的那个光，在拍的当下，真的有种闪电就打在你旁边的感觉，真的会吓，真的会吓。真的很想爱你，要坚持到底，才没需要多少的勇气。超人对蝙蝠侠大战，所以你是超人吧？蝙蝠侠也比较壮吧？蝙蝠侠也蛮壮的，应该蛮壮，可是一个是神，一个是。他们再拉回来，我再把他拉回来。打出去，拉回来。他等于那我不要放，打。好了。不用了，
我拉拉回来，拉回来就对。好，好，这样子。肚子，好，走，然后拳好重，哦，你的拳好重，哦，你让这个爆炸。哎，怀臂，你按臂，你按臂，然后来一个，然后这时候你再冲过去。 冲过去，再往这边打一拳，这个再往一拳过去，打你，你要过去了。我就被打下来。然后我跟你讲，过来这边之后，然后往这边冲。我操！哦，好像这边有，快来一拳，架着你对不对？架住你，然后这时候，哦，下去哦，下去，然后这时候，好大哦，这边，然后这时候再打一拳过来这边。 过来！你有这种体型，我根本不可能挑战加两把。早死！但水玩戏以后发现他没有，那种比较不够力啊。我打架。没办法啊，我每次练不习都这样，所以就可以打人了。对，太过了，太过节你也开始一直可以打人，一直打人。 长那么壮，是吗？不是，就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对，对，对，再拉，再拉，再一拳，好不好 ？OK OK， 会不会？你不是围巾储存箱一百次吗？啊！啊！整个动作是这样，到这边差不多气，差不多气满了，可以放了。 那个能量球，能量球已经到满了，怒气值。现在能量，好爽，好玩。现在爱丽丝的内鬼，只知道他失忆了，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被他们露出马脚。是你让他有天赋，知道爱丽丝被威胁，不会让我用死的。起来。 来吧，很有感情的，然后就被搞到有点好笑，对，然后再不用你送，我还在，我怎么出来？不要，好，我怕我一个冲回来，赶快回，还是。
哎，上次有人打我用力，他会痛，因为有我放的。哎呀，不行，加油！不行，不行，打女生。加油！哇，你要很准哦。哇，我先把脚趾收起来。这 double 掉了，就看不出来啊。想办法把脚趾往后收。好啊，你的鞋有这么大吗？而且你直接用假的，这里直接脱掉，放个假鞋。这放不行啊，会整个细。对了，那你这夹下去。哎呦，这挺矮哦。代替身来跑。对，真的下去哦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你脚尽用力，脚跟不要用力就不会痛了。我让你踩回来。不要，女生脚还是要漂亮的。大概踩几次？应该有十次。有人下吗？拜拜。打。拜拜。我觉得你们要脚踩背骨。来，他。不要，其实还好啦。啊，比较痛还是脚踩比较痛？脚踩就。一定的啊，所以就不敢很用力踩。那一紧张我就踩不准了。